各位观众好，今天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这个话题呢有点沉重啊。刚才我们导播说我这个没有笑容啊，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呢好像不太容易笑出来。就是谈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中国的电视认罪问题和中国的这个酷刑。这个就是对你进行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了谈这个问题呢，我把这个法律专家啊，这个滕彪博士请来了。现在呢，我先请我们的导播把这个滕彪先生接进来。滕彪你好。哎哎，陈小平你好，大这家好。个，我现在隆重推出滕彪这个博士。滕彪呢是这个是我的师弟啊，应该这么说哈，学弟对。叫学弟，也是我的同事，跟我呢也是同行，因此呢我们两个人这个在个人简历上有很多交集的地方啊。但是呢，我离开中国比较早。啊，对中国的这个维权运动啊和这个人权历史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介入。但是那个滕彪博士呢，他几乎是在他出国以前，他自始至终啊，就是介入了这个人权律师这个行业和中国维权运动的这个过程啊，一直到他这个在中国不能待的情况下，他到了美国，然后到美国之后呢，他仍然在关心这些这个中国的这个。啊，人权问题啊，法律问题啊，啊，包括这个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电视认罪和酷刑问题。那目前呢，滕彪这个博士呢是这个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另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就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啊，那个滕彪，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电视认罪的这个幕后酷刑。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呢？我给大家放一段这个视频，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在709这个镇压律师的运动中呢，抓捕的三位这个两位律师和其中的一位这个牧师的他们的这个在法庭上的或者在别的地方的这个认罪视频。请合议庭法官，我诚恳地接受法律的审判，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我认罪伏法，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非常痛悔，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国家、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给家人、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现在想来。悔恨。他们培训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个包括攻击某一些中国政府的一些内容，另外还有就是，一些逃避这个侦查打击的一些手法，还有包括像会。关心一些这个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和这个民主人权啊等一些理念，来支持我们中国政府。他们这样做，还是就是利用我这个事儿，利用我和我的家人，来作为人质，来牵扯我的这个心情，来。我可以说反攻击中国政府，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愤慨，就是今后不要再利用我和我的家人。最近的讲，我的态度就是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这个讲对我来说就是他们在利用我攻击某些中国政府。我是中国人。我只接受中国政府领导。刚才这个视频中出现的三个人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原来的北京语言学院的教师，也是北大的这个，据说是跟北大的这个谁呀胡春华是同宿舍的这个学友，叫这个胡适根。
这个胡适根呢，曾经因为这个结党或者这个颠覆国家政权问题呢，被判刑个20年。那么这一次呢，是他第二次这个进监狱。那么第二位呢，就是这个吕律师王宇，就是曾经在中国被称为最勇敢的吕律师王宇。他呢，这个得到一个外国的人权奖，然后呢，他中国政府让他出面来否定这个什么人权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北京四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啊，就是这个周世峰啊，他这个三个人，这个是认罪。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三个人罪呢，通通跟那个709啊，这个中国这个镇压律师的这个运动呢有关系。就是说呢，因此呢，我们统统把它归结为就是说让律师认罪这个范畴。在这个律师之外呢，还有一段小视频是跟律师没有关系的人也被弄上这个电视来认罪。这个就是最著名的乌坎村的村长啊，林祖鸾，他呢也被迫在电视上好像是按照官方给他的稿子在那念了一个认罪书。林主任，你今天有什么需要向我们主动交代？好，在检察机关给我立案侦查中，我是乌坎村党总支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主任。由于自己对于法律事实的淡薄和无知，在民生工程中收受了各项目回扣总款项，以及和村自体在物买财产中也收受了巨大的回扣，这点是我最大的犯罪行为。我认识到这些问题是自己的无知和对于法律事实的淡薄，我在这问题上一定如实的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要求。对这一点，我会如实坦白的交代。好，就是刚才翻了这个四个小段的这个视频啊，现在呢就是说呢，虽然就是说国际国内啊对关于电视认罪的这种现象的批评呢络绎不绝啊，甚至于政协委员在这个政协会议上提出要禁止这种电视认罪，但是呢从现象上看呢电视认罪仍然在中国像瘟疫一样的扩散，屡试不爽。那么我想请滕彪博士来说一说这个现象，你如何去解读这样一种现象呢？作为一个人权律师啊，作为一个法律学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对，首先这么多的电视认罪啊，或者说电视认罪这种做法又死灰复燃，它也是说明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种统治方法啊，也是以前的这种运动式的这种集权统治的一种遗留。那他想要体现这个政府或者说中共他对公民或者说对这些被受审人他的一种绝对的控制啊，想要体现一种绝对的权利。他也想要用这种认罪的方法来摧毁这些人的斗志。那电视认罪人往往是维权人士啊、异议人士啊、记者网民作家等等啊。那
那他想要让这些人公开认罪，来表示一种屈服啊，因为我过去的包括我个人的这个经验也是，经常被软禁或者被绑架关押，然后他们就让我答应一些条件，然后就释放，那释放之后。我又恢复，又继续重操旧业，继续做这些维权，继续做这些政治抗议的活动。那当局就非常恼火，就说我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出于理想，出于一种内心的原则。那他用这种电视认罪的方法，就让你主动的放弃，彻底的放弃，你没有办法去否定自己，在电视上说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说了这个不再做，那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意志是一个很大的摧毁。所以总的来说，电视认罪它想要达到一种最大的威慑效果。因为仅仅按照这个程序，走一个过场去审判，把人关到监狱里，那他觉得这个威慑力不够啊，所以最近几年电视认罪的做法又越来越多起来了。这个我们都是在今年正好是文革五十周年啊，人们在反思文革呀，反思文革的那么一个教训，说呢，文革呢无法无天。不尊重人权，蔑视人的尊严。然后呢，共产党呢，在1979年以后呢，开始制定法律。然后呢，后来又加入一些什么国际公约啊，又制定宪法呀，要搞法治啊。难道这种文革式的现在这个电视认罪啊，就认为就是一种这个文革式的这个游街示众，基本上是一个翻版，就是它手段表现形式不一样啊。但今天在国际上呢，已经被认为它。这个东西像一个国耻似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这个领导人他就不意识不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这么多反思，我们取得这些进步，到今天这些进步好像都看不见了。那么这个东西，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游街电视认罪这个东西，在法律上到底违反什么法律？法律禁不禁止呢？对，它的确是一种在电视上的一种游街示众啊，是对当事人人格的一个极大的侮辱啊，也是就是一种文革做法的遗留。那如果其实不用提宪法和这个国际条约，那仅仅从中国自己的这个法律来看，电视认罪这种做法也是违背法律的基本的规定的。那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无罪推定的规定。那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一些规定里边都有没有经过审判是不能够把一个人定罪的啊。那电视认罪就恰恰是这个未审先定罪，这个还没有经过法院的任何司法程序，就是先让人这个自己认罪，他也违反这种审判独立的原则。那在中国的宪法和其他的这个法律里边也有法院要独立进行审判。那所以那这种电视认罪做法也是对当事人的人格权名誉权的一种侵犯啊。总的来说，因为这一类的这种政治性的案件啊，它完全用政治手法来操控啊，不考虑这个法律程序，也不考虑这个宪法和国际人权条约，它是赤裸裸的对法律的践踏。很多这个观察者嘛都注意到，包括这个著名的经济学人呢、他有一篇文章就说。就是中国这些年这个出现的公开认罪这个高潮啊，这个热潮啊，是习近平政权主导下的这个政策啊。那么呢，据你的观察，就是这个电视认罪的这个高潮的出现，或者像瘟疫一样的，刚才我说的像瘟疫一样的蔓延，这个现象呢，跟现在北京政权的这个习近平政权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的确是在
习近平是认罪的做法开始多起来。很多做法是从就是12年底13年初，之后开始的。比如说对维权人士、对律师的抓捕和判刑，那在江时代、胡时代，也有啊，但是这么大规模的绑架、关押，而且大规模的使用电视认罪，这个的确是在习近平时代越来越多起来。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觉得原来的这种做法啊，比如说软禁啊、关押呀、判刑啊、劳教啊等等，原来的罪法做法可能威慑力不够了啊，他需要更进一步的威慑力。那就是电视认罪就是他采取的方法之一。那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株连家属也是。那因为像很多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他们非常勇敢啊，他们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好怕的，就是一直做下去。但是如果拿他们的家属做人质，那很多人就非常非常难以选择啊，或者被迫做出妥协让步。比如说电视认罪的一些例子，像这个乌坎村的村长，像这个著名的记者高瑜啊，他们都是被迫上电视认罪。那背后实际上是中共把他们的孩子啊当作人质啊，来迫使他们屈服。所以就是从这也可以看出，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这个统治啊面临危机。他表面上非常强大啊，然后做起这些镇压的事情更加残酷，但是也更加说明他的危机更深重啊，他在政治、经济、合法性，在这个社会等等啊，官民关系之间啊等等方面，都是有了越来越多的危机和矛盾。很有意思啊，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在电视认罪幕后呢，他们搞株连，例如说你要不认罪，我把你的孩子啊，把你的孙子啊，把你的爸爸抓起来，这种情况，这就是涉及到我下面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一般的认为，就是说呢，在一个电视认罪的幕后啊，都存在着这么一个酷刑啊。最近呢，中国国内曝光了两个案件，那么一个呢，就是在维权运动中的一个著名的这个人士，叫做屠夫吴干的这个他的新闻，就是他的律师呢，现在正在控告当局呢，在这个监狱中或者拘留中心中对这个吴干搞这个酷刑啊，逼供。为什么呢？因为吴干这个人呢，他不认罪，那么不认罪呢，他就没法让他上电视去电视上去露面。那吴干在这个信里头透露呢，就是说呢，中央电视台的有一个导播叫董倩，就是说呢，要他上他的节目去认罪。那么因为这个吴干他不认罪，那么在这个审讯过程他也不配合呢，这个武警啊就不让他睡觉啊，把他的这个眼睛撬开，然后呢导致他这个人呢生活在一种极度痛苦之中，然后他一头去撞墙啊，这个东西呢啊，最近在网络上有披露，这是一个就是关于屠夫的一个消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另外一个不认罪的律师，就是谢阳，他也是呢不认罪，同时呢还要他上电视认罪，他也不去。那么这两个案子呢，就是这个谢阳的案子呢是被谁披露出来呢？被他的律师和他的那个勇敢的妻子，就是湖南大学的一个教授叫陈桂秋，他不断的在披露他的丈夫在里面被虐待啊，被刑讯、被酷刑这样一些东西。就你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你在中国有一些经历，甚至于你自己本身也遭遇过这种酷刑，你认为这个酷刑和电视认罪这中间有没有一种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当然是。你举的像屠夫啊，像谢阳啊，他是受到了非常非常残酷的酷刑，但是他们就是坚持不上电视认罪。那已经上电视认罪的这些案件当中，实际上也有很多已经披露出来是受到了这个酷刑啊。那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这个电视认罪的情况，这些当事人他们都一定受到了酷刑，因为酷刑的这个含义
啊，在国际法上的这个定义，比中共当局他认定的要宽泛的多。那有的时候他并没有用这个电棒啊，用这种特别这个能够看得出来的这种方法实施酷刑。那他使用的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包括对家属的这种绑架或者威胁要把家属抓起来判刑那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酷刑。还有很多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心理上的酷刑，这都包括。实际上我自己代理过一些案件，也都存在这种情况。那在十几年前，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还算是比较有名的案件，就是一个法轮功学员王博，他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焦点访谈上，他讲自己是原来修炼法轮功，后来这个转化，他认识到错误，然后被转化，但是很快他被释放之后，他就向外界讲述了他受到极其残忍的这种酷刑啊，在那种酷刑之下，然后在记者的这种引诱之下，然后才说出那番话。所以这个电视认罪的背后啊，一定有非常明显的这种酷刑或者是非常非常难以忍受的这种心理压力。那像一些外国人比如说那个瑞典人Peter Darling等等啊，包括这个薛蛮子啊等等，也都是这个被迫在电视上认罪。那皮特·达林和这个林隆基，他们在这个电视认罪之后，还有这个张凯啊，他们在这个被迫认罪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公开了他们这个当时认罪的这种情况，有的是被迫念稿子啊，有的是这个因为这个家人受到威胁啊等等，所以这个中共他是。他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不用非法手段而让这个当事人这个心甘情愿的去电视认罪。刚才你提到张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你像刚才我们原面视频播放的这个王宇，他在这个电视上就是基本上算认罪吧，就是或者是配合政府做了一些这个节目之后呢他被释放，没有被判刑。但是呢，人们仍然跟他接触不到，他被实际上就被放在一个更大的监狱里头。但是这个张凯不一样，张凯在配合中共发表了一些声明之后呢，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说他是在一个非常之下被恐惧之下呢做的这个有利于中共当局的一个声明。然后他在里面就提到，他是在长达半年的期间一种非人待遇之下呢。产生一种恐惧当然他的心里没有说这种恐惧是怎么回事，然后最后说我原来说的不算数，算是他的一个反省，对他的这个认罪或者配合中共当局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呢，大部分人即使在出了监狱之后，他们也不敢对中共政府这个有任何的反抗。你认为这个东西这个更大的这种监狱的黑幕是什么原因？像王宇这样的到现在他都不敢说，还有一个女的叫这个赵薇，他到现在也不敢说话也见不到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对这个可能王宇跟赵薇的情况还不太一样。那从我想多数的这种例子，大概是像王宇这种，他是首先是被迫电视，因为我对王宇也非常了解，我们在一起工作也很多年，那我相信他的。他的选择，他做这些维权工作是出于他的原则，他的理想，尤其是他第一次被关押然后很多维权律师冒着风险去营救他，所以他出来之后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勇敢参与了大量的这种敏感案件，所以他是不可能放弃他自己的理想，他自己的工作。那他认罪之后然后也没有人能够接触到他，所以可以100%的确定他的这种认罪
是出于这个胁迫，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桂明海，他是具有这个瑞典国籍的一个瑞典护照的一个香港书商，那他被绑架回去之后也是电视认罪，然后还要声明这个放弃这种瑞典的护照，还说不希望国际救援等等，那也就说明当局他是用了一种极端的胁迫让他就是不敢违抗当局的任何意愿，所以从这背后可以想象到就是中共对桂民海对王宇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东西，那这个我相信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种酷刑和一种极大的威胁，所以这个电视认罪表面上看起来当局能够让一个一个的人去认罪去认输，但是在有一些评论就说到这也是反映了当局他的懦弱当局在这些案件上并没有取得胜利那有一个林隆基，有一个张凯，那可能就让当局的这种下流的做法都前功尽弃了中国，我记得中国好像也加入了联合国的这个禁止酷刑公约中国的这个刑事诉讼法呢也规定这个禁止酷刑通过酷刑得来的这个证据呢在法庭上也不被采纳，那么看起来中国就是在国际上已经接轨了，在国内立法上呢也跟国际接轨了，但是呢相反的一个是中国加入的国际公约越多，中国制定的法律看起来越先进，中国的刑讯逼供这个被曝光的这个案子就越来越多，那这个法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中国呢？为什么就执行不了呢？对，中国在很早就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那他也在中国的这个刑法体系里边证据规则里边都明确的禁止酷刑，但是这些做法它只是一个欺骗国内民众、欺骗国际社会的一个手段而已。那酷刑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普遍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减少。酷刑在中国这么严重、这么普遍的原因，它是多方面的。它是整个的这种政治体制、法律和这种司法制度的这种综合的原因、体制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这个破案，那当局他有的时候规定命案必破，或者是在限期破案，这些警察他们在限期内找不到凶手，他们就要用这个酷刑的手段来获得其他的证据。那而这些实施酷刑的警察或者是检察官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工作人员，他很少受到处罚那我们知道这个我自己接触的这个刑事案件里边，几乎95%以上的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都受到过酷刑，但是这些实施酷刑的人就是极少受到处罚那有个别的有一些报道警察因为酷刑实施酷刑受到处罚，那这个处罚也是非常非常轻的有的是把这个囚犯把这个犯罪嫌疑人打死了，但是这个警察可能只判个几个月或者几年，完全不成比例。那还有就是证据规则，那有虽然法律上规定这个酷刑取得的证据不能被采用，但是实际上也是这一条没有得到落实，有大量的这个非法取得的证据、酷刑取得的证据，还是被采纳。那
另外呢，就是在就是受到酷刑的人，他也缺少这个律师的这个帮助啊、那也缺少这个和能够向外界公开的这些渠道啊，媒体也是被中共控制，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这个具体的条文导致的。那如果不从整个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着手进行这个实质性的变革的话，那酷刑在中国是没有办法减少的。就按照您的说法，就是说95%的案件的幕后都有酷刑，而且呢这个酷刑的这个实施者呢，在法律上并没有得到惩罚。那么可不可以认为，就是说在中国存在着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大规模的普遍性的酷刑这么一个制度，或者叫一种制度性的酷刑，这个说法对不对？对，完全是这样，甚至还超出这个，就是从我们讨论的这个酷刑来看，那这个它的确是体制性的，这个体制所默许甚至所激励的，那就是对就是当局他对这种体制造成的酷刑实际上是视而不见，他不去解决，或者说他这种体制已经没有能力去解决，他需要酷刑，如果没有酷刑的话，他的这个很多案件没有办法解决，他的很多维稳的任务也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一定是体制造成的，比如说对异议人士、对民间维权人士的这种酷刑，那也是这个体制的一个需要啊，因为像胡适根也好，李和平、屠夫、江天友等等，那很多人都是这个二进宫、三进宫，像刘晓波也是三次、四次的被判刑，但是监狱并没有办法让这些人停止脚步，所以这个当局他一定是需要比监狱更可怕的东西啊，需要酷刑，需要失踪，需要这个株连家属等等来这个最大化他的这种威慑力，所以是体制造成的。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在刑事司法之外的这种酷刑，比如说黑监狱啊，关押访民的这个黑监狱里面的这个酷刑也是大量存在的啊，对访民的这种殴打，这种这个非法拘禁也是每天都是成百上千的发生，还有这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这个洗脑班啊，这个官方也给他一个名字叫法治教育中心，他实际上既没有法治也没有教育，就完全是一个酷刑中心啊。那几乎每一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酷刑，那还有就是很多这个非法拘禁的这种就是司法外的这种拘禁设施，比如说这个双规啊，比如说以前的劳教和收容遣送制度啊等等，还有现在仍然存在的这种收容教育所啊等等，这一类的这种司法之外的这个监禁手段还是大量存在。那在这些司法外的这种监禁设施里边，酷刑也是大面积存在的啊。无论是双规还是之前的劳教，还是现在的这个黑监狱和这个收容教育所，那酷刑都是大面积存在的。所以这个说酷刑是。体制性的啊，是这个体制所默许啊，甚至体制所激励的，这个是一点错没有。我记得这个联合国啊，曾经派官员到中国去专门考察过中国的酷刑问题。当然，就是说这个跟中国参与这个联合国这个反酷刑公约有关系。好像是去年吧，他们那个专员专门到北京见过这个。莫少平大律师啊，还见过一个就是我的这个同事啊，田文昌律师啊，他们在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而且联合国的反酷刑委员会也专门出过一个关于中国酷刑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呢大量的存在的这种酷刑，刚才你也提到了这种现象，就是在我们中国这种国家为后盾的这种普遍性的暴力已经无解的情况之下，
在国际社会，就是联合国这个机制啊，对这个中国的这种暴力啊，这种酷刑会不会有什么制约作用，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减少中国的酷刑？那么我现在问你在最后一个问题。对中国参加了这个也批准了这个联合国反酷刑条约，然后按照这个条约它有一些这种这个约一些约束机制，它要这个受到它要提交一些报告，然后国际西方国家和这个就是国际人权机构也可以再通过一些渠道来提问题或者提建议，但是中国它是完全来操控这些国际人权机制啊，那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颠倒黑白啊，完全用说谎来回应，比如说。在对中国的报告进行审查的时候，一些机构向中国政府提出，说中国哪些人受到酷刑，或者是被失踪那其中有提到我的名字，然后中国官方的回应就是说，他说滕彪没有受到绑架，也没有受到酷刑，他在哈佛学法律等等，就是完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那中国的这种。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联合国机构里边，他能够这个兴风作浪，联合其他的小的国家，一些人权记录差的国家，然后来阻止一些真正问题的提出然后有一些国家他们甚至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表彰中国的人权状况等等。所以无论是联合国反酷刑条约，还是其他的这种人权机制，那也许在其他的国家会起作用会有效果但是在中国的这个问题上几乎是没有任何作用那它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那这个和中国政府的这种流氓做法有关也和目前的这种联合国制度它的这种它的这种设计存在重大的缺陷有关。比如说像中国这样人权状况极差的国家，竟然多次被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个成员国那在大概两个月前竟然有180个国家来投票让中国再次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那这也说明了西方很多国家对中国存在幻想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运作有着一种极大的误解。他们觉得让中国进入到这个人权理事会就可能让他受到约束，然后有渠道向中国施加压力。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那我们一直在呼吁把中国赶出这个人权理事会但是目前来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重新审查对中国的这种人权政策目前的国际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政策是失效的。听起来国内没有希望，国际社会的手段也不够当下这个情形呢很黑暗很沉重更加笑不起来了。那么我们节目呢也就做到今天呢也只能做到这个时间了谢谢滕彪博士参与我们民进编辑部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各位读者的这个收看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征订我们的民进编辑部节目，谢谢大家。好，谢谢。